大家先看一下我背后啊，咱们有谈 G 系列的过去嘛，这就是历史的证明，大家都看到了吗？ GTV 的老 GTV 的股票证书，你看我一直放着呢，还装了个框，这就是个纪念品啊。我相信这个纪念品就这一张纸，它在未来它全走着瞧，这是一个，这就是一份比股票什么呢，这个凭证就代表了过去老 GTV， 就从2020年这个投资老椅子啊，投资各种这个投资吧，还有包括这个数字银行，现在截止到现在呢，所有的老的资金都会装进 A10 项目，它会有两个和多个基金进行产品大结构，打好结构以后，把大家的老钱和现在正在进入的一些新的资金啊，都会通过基金结构设计搭建，然后进到咱的5%的盖特和5%的洗交所。有些战友有时候还并不是很了解，说我以前的钱怎么样能投到 A10 里去啊？不用你担心，这是属于财统啊，属于财统，这个是三片老师和我们整个团队需要设计的啊，设计的产品结构啊，就是把老钱还有现在正在出入金的，还有正在追加 A10 的项目的啊，新的投资者呢，都会装到 A10 项目里去啊。这个 A10 项目呢，它是金融危机这么一个大环境下，为了保住大家的财富而设计的这么一款产品。2022年搞活动，去年，哎，我的那个奖品啊，4天之前给我邮过来了。投 GTV 的时候，这帮银行的钱汇不出去，我们整个加拿大的银行汇不出去钱。我那时候汇钱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银行不能汇，那个银行都进了黑名单，来了以后咔打电话。最后我想我就跑老外去，我开2个小时车到那边，我才能把钱汇出去。